好啦，今日介绍一间可以都唔够一个月嘅，喺呢个罗湖口岸5分钟路程嘅按摩店。好啦，我哋出咗呢个罗湖口岸嘅关口，即刻向左转。向呢个富林大酒店嘅方向行去，上呢条楼梯，一路向前直行，去呢一间新开嘅按摩店咧，佢有呢个足蹈啦，有呢个头疗啦，咁呢度就系新美姿啦。咁一个好处就话，一出口岸左转，行到嚟呢度大概5分钟，全条路都有呢、這个有呢、這个有瓦遮头嘅，大家唔怕揼咯。咁呢度嘅价钱牌写住1260分钟，2300包自助餐。咁我继续向前行，咁喺呢度入去咧就转左手边搭 lift 上5楼。或者落电梯搭 lift 上5楼，因为而家啱啱开咗冇几耐，咁啊全场面消费人民币系对一嘅。咁呢个职员介绍佢嗰个服务啊，同埋啲价钱俾我。咁呢度咧就有自助餐啦，同埋咧就唔使小费嘅。咁咧洗晒间都好干净嘅。呢度就系个影院足道啦，咁佢介绍再介绍啲大堂啊，嗰啲设备啊，同埋啲饮品啊。咁呢个大走廊啊，都好新净啊，地板都好干净啊，啲房间都好清洁啦。咁呢个啲按摩房啦，啲客，咁啲房都好干净啦。放烟花也闪烁，自在心心头暖。锁成古老街边，步步走离世间。捧上饭馆离婚，东山寺敲钟禅。三日两晚快乐多，轻松自由心不舍。大鹏梦难忘啊，海风轻拂了湖崖。脚步轻踏沙滩，笑声穿清风般，望云出海天蓝，心深处可平安。小镇幽静，心静，花草香人心静，阳光暖照心间，大鹏绿城梦无限。咁呢度就系水吧房啦，咁啲嘢可以饮食嘅。咁攞完嘢可以喺度坐啦。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